我们笑的时候看到他鼻骨上有皱纹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对不起啊，那是一个疤，好吗？哎，他笑起来会皱纹，那个我们把它 insert 看出来，对，他笑起来会皱纹。对对，那皱纹两边你看，就是他的脸那么美，对不对？以这个年龄来讲还是很美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我们从人来看，两眉之间是看肺，两眼之间看心，然后鼻骨跟颧骨是看肝，那鼻头跟双唇是看脾胃，然后下巴跟两颊是看肾。所以我们的肾五脏是肺、心、肝、脾、肾。嗯，对，那这样我还怎么看呢？再看他的他的鼻骨气色吗？基本上他鼻骨跟颧骨，他的肝是有点累。哦，对，我有点，我很累哈，我长久有睡不饱。没有，所以这个东西只要睡不饱，是不是不只是肝，他心脏的可能有功能上就不全。对，我心有点，就是我肺那边有点钙化了，对，所以说我心脏比较无力一点。所以我们在看人的时候，就是说这样看以外，我们看脖子跟耳朵。基本上脖子的穴道，就是说我们看人赢跟糊涂不管。就是你抬头，你只要看他的静脉有弄张的现象，基本上脖子这边有静脉，对你抬头静脉有弄张，一定的他的心脏来讲，就是说他的颈静脉血回心脏不良，他回心脏不良的时候，他动脉上血不良，是，所以心肝好不好，事实上心脏好不好，肝脏有关。